你现在，那你电磁炮只剩只剩一门。你说三百全下老皮，不一定。我觉得这游戏很难讲，这游戏真的很难讲，输赢真的很难讲。看这个结构后，我也去吓你。你要吓我赢，对不对？你刚才看了我结构吗？因为你只要把他的那个电钻打掉，他就根本就被你吊打了。他打就直接失衡嘛，他电钻会直接压下去，把他电磁炮一起砸烂。对啊。哎呦，哇，凶哦！想干嘛？你的底部大开啊！你不要盖个电梯啊，盖个电梯这样拉一排。哪里有电梯？上面啊，你盖横的电梯啊。哪里有电梯？再往上，再往上，这个是电梯啊。它在盖世界奇观。嗯，然后盖斜的这样子，然后就是再盖一排，然后上面就可以盖那个。你想盖那个炮？对，我想盖刚刚那个炮。不错。因为我看你可以那个往上跟往下很厉害。对对对对对。哇，聪明哦！你船只费用已经破万了，快破万了。还没破，要盖到万就对了。你要不要盖一点护甲？有，我现在正在努力。我跟你讲，这会打输你就有鬼了。美术系的关不一样。龙骨。不要乱塞龙骨了啦。好了，你现在剩下大概1000块的扣打，随便你盖。没有扣打，不知道怎么盖。你看有没有登录？你看有没有登录的那个强大飞船？等哪里有登录？看有没有登录的。哪里有登录？好，再找一下啊！看你确定要盖在龙骨吗？盖，而且你的人有点不太够。我不知道怎么盖了。不行，不然就盖那个啊！你盖那个福石箱啊！不然我跟你讲，你就8600打他10000，全部盖福石，亏起来算了。好，可以。这样你8600打他10000，如果你打输的话，你还有理由可以讲，就说我。8600，你要盖海军陆战队啊！海军陆战队才是那个。这是什么？你定了。这是什么？有可以。可是超过了。没关系，雷射炮的样子。320送给你，你还是会赢。真的吗？对。那我来装饰一下。好。大嘴巴。好。观众说右边是练油井吗？好啦，我准备让观众下注了啦。你好了没？你的船好了没？就哭了是不是？可以。积极的，这有点像小强哎。太多了啦。好，你就这样子哦，不改了哦。算了，我不想盖了啦。为什么？我不知道该怎么盖啊。没有耐心是不是？不是，因为我不知道怎么盖啊。哦，我觉得皮弟，你来看一下我的船好了。好，看你。他的船他开到超 OP 的耶。哎，我看我的吸血鬼。你觉得现在这是大只的烤鸡吗？怎么样？你觉得谁会赢？我觉得小燕的会赢。难说啊。小燕她的顶部有，不是因为她，我他就是靠，就他现在就是堵我飞不起来，然后他的炮全部都在下面。哦，哎、欸，对，有可能。对啊。不过还好你上面刚好有增加一些攻击。等一下，我先让观众来下一下。所以你们刚才打几场？刚才打就是第一场，正式第一场。第一场。我们刚刚打了。啊，你刚刚有盖吗？你刚刚有盖吗？有啊，我们有盖啊。三场。为什么？你是用海盗船打？让他的呗，让他的。可是他有一次没有让我还打赢他。我跟你讲，你要准备连赢四场了。真的吗？耶！可以。你看皮弟都皮粉那个王子好像坏掉了。皮弟又帮我讲，打不开，那怎么办？维修吧。维修。啊。今天不能下注哦。今天不能下注，那就口头上约定好了。口头约定怎么口头约定？不然就是小燕打赢的话，你就发每个人100块。小燕打赢，我发100块。你看现在才好啊，现在7000人而已嘛。小燕如果打赢的话，我每个人发100块，打输就没有。打输就没有。所以各位皮粉还不该帮小燕加油？这样大家都会，这样我压力很大哎。还不该帮小燕加油？然后大家就会说啊，算了，这个100块应该拿不到了。老板加注啊，开五啊。哎，不行哎，我的船开不出来。为什么太大？好像有东西没有弄完。你看是不是没有完成就不用比了？对啊，所以各位观众100块有了，到手。耶！为什么还缺什么？都有啦。没有名字啊。都有啦。那为什么叫不出来？添加飞行，你的狙击队也不能用哎。为什么？我不知道，
现在哦，没有盖完成，两个都不用比，耶、yeah, ，又没一百块。为什么不能 GG？ 有盖完成啊？为什么他这边有？会不会是小燕的突破天机？为什么对这边就是没有问题啊？是不是那个飞不能量能源不足飞不起来？应该不是啊，不可能啊。我看看好了，让我看一下。哎、欸、，GG 的为什么不能飞 ？GG，GG， 设计并战斗，征服，战斗。水手，他们说水手、欸，水手、啊、水手不够了，人不够，盖太大了。我们两个人水手都不够了，那怎么办？修一下，修一下。再加，加到水手够。那就加到水手可是我的应该是够啊，我的也没说水手不够啊。但我的也没有说水手不够哎、欸。你的看起来就根本就不够啊！看一下，他们说是不是地图太小？不可能啊，不可能地图太小，跟那没有关系。我看一下，我记得有一个小银色，有啊铺位。没差，我跟你讲，随便啦，反正这边都可以加啊。你把有洞洞的地方都补起来，看得很不舒服。他需要多少人口？这样 OK 了，84。可它供应这边是红的，那没问题。那是仓口，那仓口的问题。仓口，那怎么办？盖仓口就好了。好了，那我们就超一点点了、喔。10500，好不好？10500，500以内。500以内，好。我说好了。你先看一下。他说应该是没有驾驶。可以。没有驾驶或剑桥，指挥部。没有剑桥，有。他说墙上的足够，由于尺寸较大。对啦，你的水手不够啦。啊欸、我觉得小黑可以放很多水手，他才还不到一万呢、欸。不用麻烦了，放这边呢，很方便。你要楼梯，你要楼梯啊？楼梯啊？买嘞？怎么办？观众说：小黑，你装甲啊，装甲、啊！装甲在哪里？你的装甲都没有升级。你把那个啦，你把那个大嘴巴往前推一点点，然后那边放楼梯，然后再放仓库。这里有铺位，可以啊，全部补满，够了。装甲在哪里？装甲就装甲啊。装甲，哦、对他们叫我要加装甲哎、欸，好像你装150的钢墙吗？钢墙可以啊，150不能用150的，可是会超过哎、欸。他钱有限、啊，反正你可以再放三个啊，你就把它放在那个重要部位就好。这个吗？对，不能啊。在哪里？看你哪边重要就他现在还要盖个仓口，仓口不够，哦，仓口不够，嗯，好吧，往上，仓口一个5块，好，我就盖，有了，往上按仓口，有了，装甲，装甲哦，木装，石头的装甲，你可以冲到一可以。你可以冲到15000，应该可以冲到15000，没问题啊。他叫你弄到15000，他没有15000，他让5000，他让10500啊，真的、哦、不能够10000，不能够哎、欸，有了，快到了，好，对两个，好，超两个 ，OK， 可以，好 ，Good， 非常好，漂亮，哈哈哈，屁，太漂亮，哈哈，正式来了、哦，如果我输的话，我就给每个人一人500。100加嘛，没有被一人100， yeah! 一人100。加嘛，你的还是不行哎、欸，你的还是黑色，是不是又不？为什么？是不是不够啊？为什么？他说是不可用的，是怎么回事 ？Giant 什么的不可用。对啊 ，Giant 不可用啊。所以小爱已经赚50块了，耶、yeah! ！他不能比赛，已经赚50。没有这种东西，还有什么东西不可用啊？Giant 什么的 ？Giant 不可用，这个、哦，这东西不可用，为什么？太大是不是？你看他上面写、啊，那你就换小的啊。他说不给我用这个东西啊。Giant Silver Chamber。对啊，他说不给、啊，他说不给我用。那就多，你就盖四个浮石。超级水晶不行用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超级水晶不行用。我只要靠他飞哦，他不给用，那我玩屁哦。那就换小的啊。那就换小的啊。小的根本飞不起来啊！然后把它全部都把它补满，全部都就是不要啊，就是不想啊。现在飞不起来，就只能用这种方式啊。不爽啊！这不是爽不爽问题，你要问你传言爽不爽啊？不悦啊！公三小啊！这个呢？用大浮石。浮力1500，大浮石5000，这个多少？5万。
它那个绿色的条是怎样？就是它指向性的。我看一下，不是是两千。我觉得你重盖好了，因为太没救。他们说没有燃料。没燃料。有啊，有燃料啊，燃料我有啊。燃料不够了。有啦，燃料有啦。老皮的你飞不动，他刚原本盖好，然后结果现在全部拆掉重盖，飞不动的，机车。我说靠，这个100块太简单赚了，我刚盖的完美。机车，老皮让2块嘛，你让他4块，好，我让他4块，让你多4块啊。我现在我现在整个那个预算都够了，他现在还有他现在还9700。大水晶那么贵啊？大水晶很贵啊。有啦，燃料我有，这不就这个就燃料桶吼。啊，小黑你有没有装燃料？有，我有装，我装这个除煤仓。烧煤啊？对，我是烧煤的。他烧到一半还会有人说煤不够了，煤不够了。这样能飞吗？你烧煤就还是用使用声线27不够，不行啊，27要怎么飞？就这样子一排。对啊，你上下就好了。对啊，全部都浮石就好了。没关系啦，不够啊！不会挡到黄鱼，你就整条直的浮石就好。不够哈，浮石是2000，就让你多4块了没？对没？你还那么多钱？504没？为什么这个大的不能用啊？算燃料不够啦，不是燃料的问题啦。他说的是火箭燃料哎、欸，哪是火箭燃料？他的燃料太少了，不是火箭燃料啦。对啦。是哈，对啦，观众讲都对哈。那写上面写煤炭燃料、欸，哪里写？那名就写，那个名就写煤炭。哪里？煤炭燃料。他是说这东西不可用啦，真的啦。你看我现在再用一次也是一样、喔，二。看一下这个添加，你看也是啊，一样啊，就是这东西不能用没、欸。好了，大水晶就不要用嘛，不是飞不起来啊，那就热气球也可以飞啊，那就用大的嘛，海盗船也可以飞啊。我想一下，我想一下，来让我想一下，我想一下，那个参比赛时间有限哦，这个不能用，哦、我就废一半啦、啊，我这样就废掉了。你不是说小黑的船很烂？烂归烂，他也是你没信心吗？他也是有难度啊，那没信心，那你对这有一点信心嘛？小孩还让你多4块、欸。对啊，你都说你用2个就可以把我打爆，你现在还被冷消哎、欸？你现在还怕你浮石不够吗？冷消哎、欸，就放10个浮石上去就。推力2400。不然你刚才投降输一半啊，直接发150好了啦。不行不行不行，他们说叫你用浮石专家哎、欸。浮石专家啊？可是他需要有浮石专家才可以飞啊，需要奖励浮石专家。飞不起来，那就用大浮石。这个浮力五万，投降输一半了啦，不用盖了，不行啊，浮力50，太小了吧，浮力50，浮力4000，浮力4000，他们叫你装，哎呦，你订阅26个月，哦，谢谢我们的小宇宙，等一下，难怪我为什么听不到声音，重点是他飞不起来就投降，对，他是有研究这个，飞不倒飞。想一下，然后还订阅你，冷嘲热讽，没关系，投降输一半哈，又不是不能，没关系，我跟你讲，我相信我的船一定可以的。你干脆盖脚好了，车在地板上面，就根本就不用飞，反正小月那应该也飞不太起来。你知道，两个人飞船能接近彼此，然后就看每个人开场这样，你看要跺地这样子，开场直接落地。能接近彼此，能攻击就好了。哎、欸，好险我在前面放个大句。对啊，是不是？就一半的。我就是我们要把那个句子拿掉嘛。那个是人员还是楼梯啊？那是电梯。电梯。你可不可以直接框起来，然后把它往那边拉一个？应该不行，应该没办法这样。我看一下，他现在这样子只能够飞0公尺，飞不起来。
等一下，你就中间全部都盖腐蚀器。我就是想要这样子，可是就是有难度哈。你以为我想，然后不行不做。你用大的吗？小的用那个小扶手，然后旁边都补满了。这样就飞不起来啊。可以的。然后就用这个小扶手，然后美术系都被你们。对啊。美术系，我只是纯粹觉得他空着，我看不顺了。美术系都讲可以，工程师那边讲到可以了，你还不听？人家修改两次就过，你修改几次？人自己讲，人家没有判你说投降输一半就很了不起了。139公尺，你那是那船可以飞几公尺？我刚没看，我刚可以飞几公尺？可以飞500多吧？哪有可能？你好像才飞20几。你都飞不起来，你还要一直盖这东西啊？这不是有重量吗？那是什么蓝料？那个也是腐蚀那个热气球。热气球啊？超级大气球。到底是？最气的那一种。原本说他想考。好了，没关系啊，我这个1000、1万3可以哈。你的吸血鬼被米老鼠了啦。而且原本在烤鸡呢。哎、欸，你13000哦、喔。我那个是浮的哈。你剁一下2500在那边。我那是浮的哈。你剁一下2500哎。我那是浮的哈。让他浮。好了，如果这一场小燕输的话，你就给大家50啊。你这个太作弊了啦。多2500太夸张了啦。扶不起来哈，为什么是红色的、啊？就扶不起来啊！哎、okay, ，真的是米老鼠哎、欸、！Mickey Mouse， 而且它的装甲太厚了吧？我跟你讲，小眼，如果你这次输，就理由可以说出。好哦 ，OK， 一人先发50了，那开始了，开始了。咻！哎、欸，我这个是什么东西？欸、这好强、啊！太强了！镭射炮太强，太强了吧？是那个不能飞的吧？快点用镭射炮！哎、欸，我觉得人蛮强的。射一次啊！快点再给我一个镭射炮！哎、欸，你大锯齿掉了。有大锯齿哪里？大锯齿不见了。哎、欸，对，我大锯齿怎么不见了？被打掉了。对，大锯齿被打掉了。哎、欸，可是我觉得我刚刚的那个镭射好强。就蛮强的。他可他只能发一次、欸。可是你的坠机，你的坠机，完蛋！我的锯齿没有用啊！完蛋，他们登陆。没有用吧？哦，这场好激烈哦！装甲还有他多2500，他插过。我靠，希腊战哎！哇，居然被击！哇！你的锯子根本没有用。锯子开始掉了，早上就不要装锯子。不是，你要装护甲啦！我跟你讲，你剩下2500全部装护甲。好。那我可以装护甲。好，可以。可是我觉得那个镭射炮好酷，我好像在多装。你要保护你的那个护，保护。好啊，这场就算暖身，让大家暖身。又暖身，你要先发50块啊！没有，这那个下次王子就不能用哦，他就今天就挂了。没有，想要再打一次就够了。没有，我想要再多装一个。装什么？想要收船太重，真的。因为你只要船太重，飞比它低。啊，我觉得镭射炮超强的哎，那我要把这个锯子拿掉。那你把锯，那你可以换掉啊，把锯子换掉。锯子走开，气死了。镭射在下面，有个 laser。laser。嗯。我说先发五十，先发不行啊，这样子通膨哈。不行哦，你是作弊。太通膨了。这个是什么、啊？大炮。这个大炮，下面那个还是 laser，super laser， 那还是。可是镭射是这个方向，另外一个方向。对，镭射是一点好慢。我觉得你锯子好了，你就推进去改强一点，飞到它上面，然后就可以。还是我装两个，然后锯子再过去。还要锯子？你装甲了，还装甲先装吧。你看多少钱，自己看。24000了耶。没有你，哎，你看，那个它是那现在是11000，那你先装装甲吧。好啊。看他说先付头款，先那个铁的好。这个吗？重型。可以。哦、你的船也太 OP 了吧！有超过吗？还没耶。没有，可以啊，全部放都还有剩。有机会装锯子。可是你只能飞15公尺。没关系，我只要用镭射炮就可以打爆你。好，你自己说的 ，OK、欸。来吧。还有死。你可以多两块，不用怕。对，可以
啊，你可以多六块哦，因为老皮好像一万五千多。哪有？我一千一万三，一万五。哦，13000，我13000，你多我很多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可以了，赞了，赞了。真的吗？好，可以。真的吗？可以了啦，你多答越盖越多，答每个人答100000好了啦。你多人家2000了，你多我2000，真的、啊？对，多人家2000了啦，可以了。原来现在被我超过了，你超过了啦。我一直以为我好像还没有超过。好了，这场仗真的要输赢哦。输赢。这场输赢哦。啊，100。那黄小在放句子，我觉得句子一定可以用到啊。我觉得有。你前面不是说你不想盖，你怎么现在越盖越起劲啊？我觉得句子可以再用到。你只能飞这样子。太低了吧？这是你最最高的高度了。啊，我要哭了。我的 Mickey Mouse。好了，来啊，正式哦。拍手，拍手，拍手！我觉得你会输哎，大招！不行，我不行，我要先把我耳朵打掉。哎，可以哦，如果你那个雷射慢一点掉。不是雷射，快点冲量，冲量！雷射！认真哦，认真了。雷射冲量了，拜托！他现在感觉快要跟你一样高了。雷射！拜托，再冲一次就好。雷射，再把另外一只耳朵打掉，拜托。把另外一只耳朵打掉，最气了，再把另外一只耳朵打掉就好了。加油！加油啊！加油，积极的好！积极的好，再冲！有冲门了，冲门了！快点雷射！不行，还没不行。积极的好！那你要冲多久？那你冲太久了吧？下去了，没关系，我积极的好，我现在完全飞不起来了，已经失去浮力了。我知道雷射还有冲门的，你们有人看吗？超低的。哇！不行！烧什么？引擎啊，引擎！没有效，十秒太久。我跟你讲，等一下如果还有在一场，就把后面的炮弹全部拆掉。那我就把下面跟上面全部拆掉，然后把上面这个拆掉，我就全部换了雷射炮。换雷射，不是说好要玩别的吗？我把福利也拆掉。你不是说好不玩这烂游戏的吗？我就不服，我就在地面直接射他。不是有人说不玩的吗？也不是说不想盖吗？没有啦，这样有戏。有没有坠机了？爆了！很慢。哦，大爆！你没有雷射，你出去了。我靠！我后面也爆了。真的，我还有机会打，就掉下来。你上面没武器啊？嘣！你知道后面有武器啊？在想什么？有武器？有啊，他武器还红色。他还有三门炮，他有三门炮。我都忘了后面有武器。只有三门炮，打人家大炮。爆了！三门炮没有用啊。你看，贵我2000块又怎么样？贵2000块又怎么样？他浮太高了。不然你把那个雷射换掉。不是。你换句子，然后推进去换墙面。你后面的武器一点用都没有。你往后的武器一点用都没有。对，我要把后面的武器。上下。哦，这发好强哦！我的前面那两发炮好强哦。刚先里面快冲到对面。好，那局长。对，切爆它！我要把下面跟上面都装成大图。好啦，不然，哎呦，我这边刚好爆炸。再让我可以再改一次好不好？拜托。要不然我给你一个机会，最后是机会了。好，好不好？如果你跟皮弟两个人一起联手盖一艘船，可以打赢我，预算不能够超过14000。不要那边给我盖到15000，好不好？就用小恩盖那一台就好了。给你们一个机会，来。我跟你讲，我指导你，就是你把后面装甲全部拆掉。那可以帮我就留前面装甲就好了。好。好，让你们改，这个都装。来，你们改，你们两个改。你把后面那个全部拆掉。哪里？这边后面攻击的东西。好，给你一个机会。下面拆掉。上面的也拆掉。好。然后推进去改强一点，飞高一点。在哪里？飞高一点。好，等一下哦。而且我觉得你装盖装。刚刚说50头款，50谢大哥。等一下，好不好？先让皮弟。大福石吗？还是用气球？气球，对。对，然后看你这前面那是什么东西？你前面有两个吗？你前面那是什么？那个雷射，这两个是雷射，这个主要是你的武器装填太慢了。对，因为你弹药库在这边，你要跑很远，跑太远，你要跑很远，所以你要改一下位置。所以我用为什么用电梯，就是因为它跑很快。对，你要改电梯。我们扶持先不要，先放着就好，电梯推往。50是皮弟讲的，不是我讲的。啊，我知道，把这个拿掉。对，下面先拿掉。你把弹药库放在正下方好了。
好啦，如果皮弟他们如果联手打赢我，500，我一人给200，不能五百太多，五百太多，一人给200，一人给200，所以我200，他也200，那我们要四个，四个有没有必要？不是你把那个那个是煤矿，那是你把那个你把那个那两个装填的放在正下方了、啊，然后中间盖电梯。装填的放正下方，这是弹药库嘛，对不 对？不是，这个是那个雷射。雷射是攻击人的吗？啊，对啊，藏在这边，在那边。这个是弹药仓。嗯，可是感觉装很慢，绕太远。你上面是主炮嘛？上面，对。可是说先给头七款，不行，他们没赢，我给你一款干嘛、啊？他说不要盖飞堡垒，飞堡垒是哪里？这个吗？不知道，飞堡垒是什么、這個？我觉得这个盖是又盖就是这个攻击的，不是吗？对啊，他不是说装填太慢，你装弹药是在哪里啊？这边啊，因为他这边的时候，我这边没有装这个，我刚刚的弹药在这里，所以我们这边装了两个，你觉得？所以装比较慢，可是我觉得感觉动线好。对，把它往前一格了，把这个这一排全部往前一格，然后电梯盖中间这样。这样子吗？对。辛苦了，大师，辛苦了。好，往前一格就要往前拉，往前一格。这样子。对，有聪明哦，电梯流哦，他学我就对了，弄死他。然后雷射在。观众说：“盖堡垒不要盖飞的，他们叫你盖堡垒不要盖飞，就飞不起，就扶不起来呗。没有，你要靠近电梯啊。哦，对，粘在电梯上面。啊，好碎。然后你这个不要了啦，那个三个炮太弱了。没有，我忘记它的存在了。它都已经超级没有，就是存在熬死过了，武器就不要拿出来了啦。那不然我们哎，这是什么？”是什么？一样啊，差不多也，它也是电磁炮，电磁炮装啊，那感觉很帅。好，还是你不觉得要装那个？还是我把这个上面拆掉，然后装锯子？那你刚才不要飞啦，你就是在原地跟我打就好了。哎、欸，对啊，没有不行啊，你锯子我还是要飞啊，锯子是要飞，锯子是要冲过去的。你雷射是要把它一个耳朵打掉，它就飞比你低。好，那我把这个先拆掉，然后我把这个看起来很酷的东西。你后面有一个炮啊？怎么那么多炮？哦、你自己装的，那怪谁？后面的炮拆掉了，后面还有没有武器？没有了吧？没，都没了。推进器够快吗？飞得够快吗？先装这个，然后锯子，还有重点护甲药。来，等你，你还有什么武器？你赶快搬上来好不好？等一下。他说直接地对空，那你干脆不要飞好了，你全部装武器嘞。你看，不是叫我用锯子，然后冲到前面去锯他？那你不是要用锯子吗？对，我现在在找锯子啊。你这样被我飞到上面去，你就是任我宰割。机动力很重要，电梯啦，都装电梯啦。啊，人够不够？重点够了哈，人够。突然说不要锯子，不要锯子哦。他们都叫我直接变要塞。他们说没有龙骨就是垃圾。龙骨啊，龙骨。观众根本就追那个什么叫？啊，那把这个拿掉，把这个拿掉。反正那个皮粉币又不是我们拿到，他们想拿到，所以他们现在指导你们嘛。真的假的？对啊，我随便盖条船都比你们强太多了，好不好？他说弹药库会被拆掉了，弹药库是哪一个？啊，对，我刚刚把弹药库拆掉了。弹药库要放在电梯旁边啊，那你再往前，你再往后，这个往后推一格好了，往后推一格，然后。弹药库对，煤矿哦，煤矿好吗？不好。跟你讲，反正烧船就是粪，赢定了。我跟你讲，赢定了。你几乎全拆了嘛？我们集七千，我们集七千人的智慧，盖出了这个超强。好啦，观众如果真的有什么想法，给他们啦，好不好？我给他们一个机会，不要说我欺负他们。然后弹药库旁边再盖一排楼梯，然后后面再盖刚刚那个什么动力？你说这个吗？对。靠，这到底什么东西啊？超屌。然后动力的是，腐蚀啦，腐蚀。赢定了，我跟你讲，那个他要有烟囱，大腐蚀掉烟囱。这个，那就是好，可以啊，盖多一点，等一下被他敲掉就飞不起来了。到底是三小多少钱？一万。